爸爸还拉着我的手放烟花，烟花朵朵盛开的时候，我高兴的合不拢嘴。什么手的？什么手的？哦，来老婆，你这边看。要几海哥？是爸爸，是爸爸把赵根霞吼吧了，媳妇伤害一顿了，不要死了。我家子就是不爱客。主人，杀了我吧！妈妈！哎呀！哎！陈建仁！他子孙路有钱人吗？子孙路才有钱人啊！你不要歇死爸爸个了。走。